这个是我之前在 Nike 的天猫旗舰店买的鞋，然后他这两天送到。这个颜色好可爱，就它侧面看起来很可爱。我当时买的时候，如果它正面就是这里也是白色的话，那我就不会买了。我可能就是觉得不会很好看，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是蓝色的话，就会感觉比较好看。Thank you.